我们家一般都是一个星期换一次床品，为了保持床上卫生，每天起床都会用它喷两下，可以去除螨虫和异味，尤其是夏天更有必要。像毛绒玩具和坐垫，尤其是沙发，最容易滋生细菌，一定要多喷。这个出污很细，不会打湿床品，它是植物草本配方，真的是家庭必备。